哇，是不是很恐怖呢？每個人都會遇到，在公司遇到一些變態的同事的，他不斷地叫你 OT 然後綁住你的手不讓你離開公司的。你們遇到這個變態同事沒有？說笑而已。其實呢，剛才你看到呢，各位同事呢一直掙扎的期間呢，有些東西索住了他的手，是什麼來的呢？就是我們今天呢要推介的一條索帶啦。當然不是這條啦，還用這些這麼不環保的膠索帶勾曬啦。今天要介紹給大家的就是 Citizen Meat 最新回來香港的一個新 product 啦，它是一個叫做 Stretch Lock 的一個的環保啦，一個膠的直膠的索帶來的，非常之好用。 它官方呢告訴你的設計呢，可能就是可能給你帶去戶外的時候，你可能踩單車啊，可能掛著水樽啊，或者掛著其他的東西。那呢其實呢索帶在香港來說呢，我們都挺常見和挺常用的，你們是不是呢？咁啊，索帶其實有好多個功用咧，尤其是而家疫情嘅香港下，咁啊，成日都會見到啲咩咧？就係見到我哋嘅搓手液啦。咁啊，大家可能去商場啊，或者去一啲翻工辦公室門口咧，都會可能咧有張台啊，有支搓手液俾你咧搓下手量下體温咁樣。咁但係好啦，唉，咁唔一定有台噶嘛，香港地價貴啊，仲要擺張台出嚟，嘥咗嗰個空間，唔會啦。可能咧揾一啲儲體嘅時候咧，咁啊呢條索帶就有用啦。咁啊，我就一 pair 啦，咁啊依個就係一 pair 四個唔同嘅 size 啦，都已經喺我哋鋪出店有售噶啦，咁所以咧可以隨時去睇下啦、摸下啦，甚至乎上嚟 e-shop 買都得嘅。咁我就拆咗橙色出嚟示範俾大家睇啦。咁其實咧佢嘅功效咧或者佢嘅使用方法咧非常之簡單噶。咁你見到咧呢度有一個嘅環帶啦，咁其實呢個環帶咧就係俾你咧攞嚟扣住你本身想去扣嘅一個空間啦、一個位置啦。咁你咧其實拉近咗佢之後咧，因為咧佢係一啲膠嚟噶嘛，其實已經啜住咗噶啦。咁啊做啲咩咧？咁啊就係咧，我就可以隨意啦咁樣。係啦，我哋冇 sponsor 㗎，呢支搓手液唔係 sponsor 嚟㗎。咁如果大家想 sponsor 我拍片嘅話，都可以留言話俾我知㗎喎。你扣咗佢之後咧，其實咧推一推、拉一拉、推一推咧，咁佢就扣實咗㗎啦。咁啊非常之實㗎啦。咁你又可以攝翻去一啲後面位置，就可能試翻好去啦，或者唔夠位嘅就有去啦。咁已經大功告成啦，咁非常之方便啦，擠一擠咁又可以隨時咁樣去搓手啦。咁唔使一定係行張台出嚟啦。如果有條柱位啊，或者有啲凳腳啊，或者有啲嘅唔同嘅位置咧，你都可以去綁住佢。除咗喺室內，你話我唔想淨係室內用喎，咁我帶到出去究竟有啲咩嘅好處啊？咁好似呢個咁啊，我拆咗呢個先，我繼續用翻條帶。咁由於咧，佢有好多唔同嘅長度啦，咁你自己去衡量翻你買啲咩嘅長度係適合用咯。咁好似我而家咁樣啦，孭個背囊先。咁我有時咧可能咧有啲背囊咧側跟係冇得俾你擺水樽啊。咁你又會想成日攞住個水樽，咁啊點算咧？咁有咗呢條索帶咧，又非常之簡單啦，一模一樣啦。揾咗個固定嘅空間啦，可能就係一條咁嘅背囊帶啦。調轉咗先。索緊咗佢之後咧，咁啊就可以將你嘅一個水樽咧，可以擺喺你嘅肩帶上邊啦。咁啊非常之方便可靠。係啦，咁你見到可能唔係好夠位喎，就係因為咧呢個位咧其實可以咧再騰出少少嘅。自己調校嘅啫，即係揾翻個中間位又好啊，或者你想去邊邊個位啊，咁樣自己調校翻嘅啫。咁就拉到佢最近啦，跟住最近個窿嗰度咧，大家見到咧，佢呢度有個一個腳突咗出嚟嘅位置啦。其實你 kick 翻入去嘅話咧，其實已經係咧非常之穩陣噶啦。咁啊，呢度仲有個位咧，可以咧，其實咧俾你試翻入去，真係好似一個錶帶咁樣。咁你就咧非常之穩陣咧，咁佢周圍走、周圍揈咧都冇問題噶啦。咁係咪非常之好嘅設計咧？咁我頭先講過啦，有好多唔同嘅長度啊，或者好多唔同嘅用途啊。咁你可能咧掛好多唔同嘅嘢都得嘅，例如呢個唔知夠唔夠位掛試下先。咁啊當然唔會掛喺身後啦，兩個迫擊炮咁樣咩唔會噶嘛。咁但係咧你自己就揾你嘅空間位置啦。咁可能咧個背囊冇咁多位放嘅時候咧，咁咪放喺其他位咯，孭喺其他位。咁其實咧都好實淨。咁仲有好多嘅
用途啦，你諗到啲咩啊，都可能都會用得到啊。點解呢？因為基本上咧，佢除咗係一條你覺得佢係一個環保嘅索帶啦，功能性啦，可能去歐多華嘅索帶，其實佢其他嘅功用係同一條普通嘅索帶一樣咁萬能嘅，好多嘅唔同嘅功效嘅。咁啊，仲有可以講下，可能再長啲嘅時候，去攞下呢條先，得放低個背囊先。可能你可能在一些行李啊，在一些在你的 cam bag 上面，你可能還想去綁住一些不同的防水袋啦，或者甚至乎是你的單車都想綁住個防水袋的時候呢，你又可以用條長一點的啦，那我爛一點了，這裡落下去了。一拉一索呢，其實呢它就已經是很正的了，基本上。咁然後呢你可以這樣啦。不知道這樣呢可不可以呢將它變咗做咧，綁喺一啲木上面咧，雜木筏啊，攞嚟，咁啊，又係可以將佢固定咗喺唔同嘅地方。咁啊，其實咧，你話啊，我要綁好粗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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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粗嘅嘢，咁啊點算咧？咁其實咧，佢兩條咧，其實可以合體噶，即係你同普通索帶一樣啦。咁你因為索帶你都合到體噶嘛，基本上係咪？系啦，就系咁样做啦，咁就你又长咗啦，系咪好狰狞啊？我个样咁啊，佢基本上咧系可以承受好重嘅力量啦，咁啊亦都系啊，佢有讲过嘅，如果你觉得佢长期绑咗一啲嘢，你觉得佢啊佢个挛度啊，咁啊好似唔系好啱你喎，咁咧其实你可以咧用一啲嘅热水咧，淋佢60秒咧，咁你可以咧其实咧整翻佢原有嗰个 shape， 整翻直佢都得嘅。咁所以系真系一个非常之好好用嘅索带啊。咁啊，其实仲有好多唔同嘅功能啦。咁我自己又觉得啊，再短啲嘅咧，其实可能咧，你哋唔知咧啲女仔咧中唔中意公仔？咁其實公仔咧好容易咧，好大塵啊，嘢都鼻敏感。咁最好咧，其實就係要定期清洗，撇佢落洗衣機轉啦。咁啊，公仔好麻煩嘅。Mickey Mouse 就話啫，有兩個耳仔咁樣俾你夾住，佢喺個衣架度咁樣喺度吊光，好似周星馳咁樣。咁如果冇嘅時候咧，其實咧都可以咧揾一啲嘅竹啊，或者揾一啲嘅地方咧，俾你圈一圈，攞嚟咧做一個嘅少少嘅晾住佢。咁啊，仲有好多唔同嘅玩法啦。咁樣又可以做到一個晾公仔嘅功能咧，咁啊隨你喜歡嘅啫，你中意點都得，係啦，你中意點玩都得，咁啊又可以等佢乾啦，擺喺冷氣之下或者一個户外嘅環境之下，咁甚至乎咧，好似頭先咁咧，索住你公司同事嘅對手啊，幫阿老闆講啊，你唔准走，你要 OT 都得㗎，係咪？咁所以咧，如果大家中意嘅話咧，就可以咧留意住呢一個網址啦，上到去呢個網址咧，就會揾到咧。Serial Submit 一系列嘅一個 stretch lock 嘅一啲唔同嘅 size 同埋唔同嘅價錢啊，同埋一啲嘅功能咧都可以喺上面揾得到嘅。咁記住，要用埋我嘅獨家優惠碼咧，就會有額外嘅95折噶啦。咁啊，用翻呢個優惠碼啦，應該喺呢度係啦。你會見到佢唔知指上面指下個公仔。咁啊，如果咧仲有啲任何嘅問題啦，關於呢個新貨啊，或者關於唔同貨品嘅問題咧，都可以 WhatsApp 我。咁啊 ，WhatsApp 我揾我啦。咁你話我要揾阿 Dean 啊，我要問佢問題，咁我咧就會去覆翻你。咁啊，呢度今日咧就介紹咗咁多啦。咁如果中意我哋呢條片嘅話咧，記得要有4部曲個 LSSC， 就係 like 我哋呢條片 ，share 我哋呢條片 ，subscribe 我哋個 channel， 同埋 click 埋我哋個鐘仔啦。咁啊，往後咧呢個 Rifle 咧呢一個系列咧，仲有好多唔同嘅新貨咧排住隊咁咧推介俾大家噶。咁啊，最緊要咧可以用你哋消費券去買噶。如果去到鋪頭嘅話，咁啊。記住要留意住我哋啦，咁啊期待咧下一集咧仲有新嘢繼續推介俾大家噶。仲有啊，老闆話咧呢條索帶咧係可以將你嘅愛人、你嘅男女朋友索埋一齊噶。拜拜。